把球运到前面，放到我们这个篮子里头，然后记得要按铃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老师，请倒数。 3, 2, 1。考验团队默契与平衡感的一线生机，丽莎对于卡斯伯队，谁能胜出呢？ 球运到前面，放到我们这个篮子里头，然后记得要按铃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老师，请倒数。 3, 2, 1。好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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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走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再去一点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好，不动，不动，不动。 大家都不要每个东西拉那么紧，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走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看他，不要看前面。好，等下准备按铃哦，哈。好，准备按铃哦。好，按。 13.10，很标准呢。我们差一点点，我们刚刚还有掉下来。我们练习的时候，是蒙着眼睛就过去了。你根本没跟人家练习啊，你少来你。好了，好的，紧接着丽莎队。好，现在蓝队呢是43.10。 所以呢，两队目前是相差1000分，然后呢，现在我们的红队呢也是落后1000分，所以你们一定要43秒10以内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准备好了没？好。老师，请倒数。3, 2, 1，Go！ 我来走，好，走，前面不要太低哦。 Lisa 队要先出发了。我先跟各位说一下，现在目前的两队的相差只有800分。现在呢，我们现在脚步已经走到澳洲了。澳洲之后的每一步都是800分以上，所以这一关不管现在目前是领先还是落后，一定要赢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信心 ，Lisa 队？一线生机，请倒数，全部拉紧。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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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次好紧张哦。成绩公布，1分51秒04。啊，不错不错，有花了一点点时间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我们的卡斯伯队了，好不好？OK，卡斯伯 Go。我刚刚请问一下，如果在过程中把绳子拉断怎么办？因为他们现在在猛拉，现在这边在拉，现在这边不要太冲动，这边已经变拔河比赛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不要太冲动，好不好？不要拉太紧，不要拉太紧。好 ，OK， 我们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请倒数。3, 2, 1，来来，全体 Go。一线生机，请倒数。3, 2, 1，Go！ 好，要通过距离有3公尺的距离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稳稳的，稳稳的。10秒59，不错不错，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。你们练的最快的是几秒？你记不记得？不记得。我们练的都是最慢的。你们练的都是最慢，那30秒你满意吗？哇，你好会讲话。我们练的都是最慢，就是所以是现在最快就对了。哇，好厉害哦，不错哦，好会讲话。我们练的时候都一掉，都一直掉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好厉害，好厉害。那是因为我加入的关系吗？那当然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换我们的盖拿队 ，Ready。来吐！盖拿队跟我们的燕军哥哥、燕军哥哥跟盖拿队准备好了吗？我现在超紧张，因为他们五位都非常的温柔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只有我在那边很用力拉，然后他们都没什么出力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他们都要往前走？然后你太紧张，都一直往……没关系，我就慢慢，我慢慢跟着他们，顺着他们，好不好？30秒59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OK。好，请倒数。3, 2, 1, Go！ 我听你们的指令哦，我听你们指令。放稳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们怎么？重要，要小心。好，稳稳的来，不急不急，慢慢来。